能听得懂。好，对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是这样子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现在我奶奶住的那个房子呢，在那里空荡荡的。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小叔说租给别人，我不知道租给别人了没有，我不知道租给别人了没有，有可能租给别人了。我小叔说租给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以后呢都会来这里看我爸爸，要么就去看我妈妈，这样子了，知道吧？如果我爸我妈他们两个没有一起生活的话，我就一边跑这边，一边跑我爸爸那里，然后去跑我小叔家去看我奶奶，然后以后也多去一下我那些舅舅家，拉拉一下关系呀、什么的，那样的话以后他们也不讨厌我们，知道吧？帅哥姐们，点到50万赞了，哇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点赞，那必须把妈妈弄回来。对，我觉得是，要么就必须让我爸爸下去，要么就他们两个没有走到一起，都要让他们两个是名义上答应，对不对？答应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帅哥姐们，手都点酸了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你们，你奶奶那边交通方便，对对，我奶奶的交通方便，因为我奶奶那房子的话。是算是快到县城了的，知道吧？不是很远了的，知道吗？我们这里的话去到县城呢还是有点远，知道吧？帅哥姐们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你就更幸福了。对呀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话我就更幸福。如果他们说现在都一把年纪了，然后也没必要一起生活干嘛的话，我也现在也挺幸福的，因为我可以以后也可以去看我爸爸，也可以看我妈妈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帅哥姐们，对，小妈不给我爸生活了，小妈回他那个家了，自己家了。我爸他们两个也没有办结婚证，也没有共同的小孩，然后后面我妹阿姨莫她去她爸妈那里了嘛，然后他们就分开了。到老的时候需要一个拜是吧？谁盖的房子？这个房子肯定是我爸他们盖的呗，肯定是我爸他们盖的呗。我姐姐没有来跟我爸借钱，姐姐没有来跟我借爸爸啊，帅哥姐们没有来哦，没有来。阿紫出来工作，我会过几天我就会去工作的，帅哥姐们不去工作，我也会在家里面做一点什么事情。在山上不方便的。对，好的好的。我妈妈回来有点难度吧，因为有弟弟没有结婚，是不是？对的，我有弟弟没有结婚，还有一个妹妹在读书，一个妹妹呢有一个女儿了，知道吧？是这样子的，帅哥姐吗？阿姨莫在家里哭了，我也不知道阿姨就是应该是她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也老是吵架吧，好像是一直吵架那种的。我看她有没有开播，我上一次跟她说你如果你有时间了想我了就来找我玩，就来我这边跟我一起生活也可以，但是她说好。但我知道他也是不想累累我，不想拖累我，所以呢就没有来，我知道的。而且他也肯定是毕竟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自己的亲爸亲妈比较那个的嘛，他爸爸妈妈经常吵架呀干嘛的，也还有弟弟妹妹，那挺难的，他也知道吧，帅哥姐们。所以呢我们有时间还是要多帮帮我的妹妹阿姨莫，知道吗？我们看到他买一些吃的干嘛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家人们都需要的话，都去帮帮他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因为我看到今天他哭了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也挺那个的，但是呢没办法，我也现在这个时候挺那个挺嘛挺困难。给他发一点红包嘛，我也没有，我说实话我最近一直跑来跑去的，也没有工作嘛，所以呢就是挺难。然后我去找他嘛，也太远了，知道吧？你尽心的出去打工挣点钱。好的好的，会的会的会去的。所以呢我们多支持阿姨莫，她真的很不容易，现在知道吧？我家庭很复杂，对，太复杂了。我那个妹妹不叫欺负我，帅哥姐们，只是我们在网上看到，所以就是感觉欺负我一样而已，其实没有欺负我，帅哥姐们，这很正常的事，我觉得姐妹之间这样子是很正常的事，知道吧？
瘦了，对，我瘦了很多，确实瘦了很多。姐姐什么时候来看啊？爸爸，他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有可能明天后天。万一我把我爸爸哄好了，明天去找我姐他们了呢，对不对？我等一下下播了再去哄哄，再去哄一哄。其实我知道我爸爸他也是想的，然后但是呢，我爸爸他就是怕我那些别的那些他那些兄弟姐妹，他那些妹妹哥哥姑姑他们嘛，还有那些弟弟就兄弟姐妹那些，知道吧？这个节目，因为他怕那些兄弟姐妹会说他，我爸我能感觉得到。晒点萝卜干，萝卜干吗？阿子跳个舞，跳舞还是唱歌？跳舞还是唱歌？现在还没有天黑，跳舞还是唱歌？帅哥姐们，阿子是聪明人，因为我看得出来，我爸他也其实他也挺孤独的，真的。你看他，我在家的时候还好，他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这里放羊，整天放羊，然后没有爸，然后我们这里又没有隔壁人住在这里，知道吧？帅哥姐们。跳舞好看是吧？跳舞那我跳什么舞？聪明能干的阿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帅哥姐们，谢谢。跳个舞吧，阿子你太善良了。哎，我也不是善良吧，帅哥姐们，但是我最起码我就是想做到我心里面舒服，知道吧？不管做什么，就是没有文化，没有主见。我以后慢慢的改嘛，我以后慢慢的就去跟我叔叔阿姨们学，就自己有点主见嘛，好不好？唱歌隐形的翅膀，跳舞，到底跳舞还是唱歌？跳舞的扣一，唱歌的扣二，好不好？反正我干啥都不好看。你不去开车了，学驾照了？我先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吧。我觉得学驾照嘛，可以慢慢来。反正我现在还买不了车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也买不了车。阿紫，儿妹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帅哥姐妹，你们老是说，我觉得怀不怀孕跟我也没有关系，怀孕了也好，没怀孕也好，对不对？只要他们能过得幸福开心就好了，知道吧？我知道他们的儿妹的年纪也还小，都是反正阿伟哥人也挺好的，我觉得只要他们幸福，就怀孕是一种好事，知道吧，帅哥姐妹？所以我们不要去说这些了。说出来，因为我就当做一个站在一个就是不熟的人的角度，就是这样子祝福别人，是这样子的。帅哥姐们，你姐结婚了吗？阿子不说儿妹的事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我不说。好的，我不说了，帅哥姐们。反正对也没有跟我没有关系，你们说的对，我不说了，好吧，那我就跳舞吧。今天这里的空间大，帅哥姐妹，跳舞的空间大。这里的跳舞空间大，帅哥姐妹。我跳那个，我跳什么舞？帅哥姐们，欢迎阿子跳舞，谢谢。看见你笑，我也笑了。我跳什么舞？你们说一下我跳什么舞好不好？我不知道跳什么舞了，你们说一下。我先把我的手机放好。我去把我手机放好，用这个压着。跳什么舞？你们说。还没有黑，还没有黑，帅哥姐们，跳科目三是吧？可以的。
以的，那我就跳给你们跳科目三吧。我找一下那个医院啊。手机不好放，家人们。我把人家的烤叶踩死了。啊！我把人家烤叶踩坏了。好了，没坏。那我去跳科目三啊。我穿着这个衣服跳啊，家人们。这个不是那个完整版的，跳一个完整版的啊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太好看了是吧？谢谢谢谢，不好看不好看啊！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帅哥姐们的支持，谢谢，好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觉得你们觉得好看那就给我点点赞赞啊，帅哥姐们给我点点赞赞，给阿子点点赞赞，谢谢。还有还没有关注的也关注一下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。再跳显眼猫，还要看小眼猫吗？还要看小眼猫吗？帅哥姐们，跳得好看，没有没有，太漂亮了，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看是吧？哎，小眼猫不跳了吧？把帽子摘了，帽子摘了，但我头发好扁哦。看到家人们，我头发好扁，知道吗？我头发好扁。嗯哼。在拉沙跳的那个舞，在拉沙跳的那个舞。嗯。差一点蚊子，差一点蚊子抓到我鼻子里去了。有那个蚊子，好看不好看不好看啊，家人们，差一点有蚊子抓到我的鼻口里去了。还没有天黑，我们这边还没有天黑。可以，我就再给你们跳个小野猫吧。以前是咆哮叫我跳的，我现在就是我自己给你们跳。